叫声，让我们有请康师傅冰红茶品牌代言人王一博。王一博在 Master Kong 青岛活动中惊艳亮相，与代言人一起度过充满激情的 Cool Tea Time。 王一博 Master Kong 品牌的著名代言人，最近在青岛的特别活动 Cool Tea Time 中惊艳亮相，观众们对他完美的服装赞不绝口。这身装扮既充满了夏日的气息，又带有海滩上的悠闲感。活动的亮点是由康师傅特别准备的 LED 屏幕，倒计时展示了王一博最喜欢的五项运动。观众们看到王一博最喜欢的运动是摩托车时，纷纷表现出极大的兴奋，这也展现了他对速度和挑战的热情与执着。王一博的出现使得 Cutie Time 活动不仅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目光，还营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热烈氛围。粉丝们不停地欢呼，为这位才华横溢的代言人表达了浓浓的爱意。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见面会，更是王一博无可抗拒魅力的体现。从服装到倒计时屏幕的每一个细节，都让这次见面会变得特别而难忘。让我们期待王一博与康师傅接下来的活动，不要错过他在未来活动中的精彩瞬间。王一博 Master Kong FM Cutie Time with Yibo 王一博。杨幂金边眼镜与麻辣教师的时尚形象。杨幂最近的一次公开亮相，以一副金边眼镜和长西装的装扮，瞬间在网上引起了热议。她不仅成功塑造了一个麻辣教师的形象，还因为那双被称为蜜蜂腿的修长美腿而成为焦点。这到底是时尚的新尝试，还是仅仅是娱乐圈的又一次炒作？杨幂作为中国娱乐圈的顶级女星，每一次的公开亮相都备受关注。最近她在一次活动中以一副金边眼镜和长西装的装扮出现，不仅让人眼前一亮，更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有人称赞她的时尚感，认为这是对传统教师形象的一次大胆创新，也有人质疑这是否只是一种炒作手段，用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杨幂的这次装扮确实非常抢眼。金边眼镜给人一种知性而又时尚的感觉，而长西装则增添了几分干练和霸气。这样的搭配不仅展现了她的个人风格，也打破了传统教师形象的束缚，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。这样的装扮也引发了一些争议。有人认为，教师形象应该是严肃和庄重的，杨幂的这种装扮可能会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。他们担心，这样的形象会让学生对教师产生不恰当的联想，从而影响教学效果。另一方面，也有人认为杨幂的这种装扮只是一种时尚表达，不应该被过度解读。
在娱乐圈，明星们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，他们的装扮往往是为了迎合活动的主题，或者是展现自己的时尚品味。因此，杨幂的这种装扮也许只是她个人时尚观念的一种体现，而不应该被赋予太多的社会意义。杨幂的蜜蜂腿也成为了这次热议的焦点。她的修长美腿不仅展现了她的好身材，也成为了网友们讨论的话题。有人称赞她的身材管理，认为这是她自律和努力的结果，也有人认为这样的身材展示可能会对年轻女性产生不良影响，让她们过度追求外在的完美，而忽视了内在的修养。杨幂的这次装扮，无论是从时尚的角度，还是从社会影响的角度，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她的金边眼镜和长西装，不仅展现了她的个人风格，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教师形象和明星责任的思考。而她的蜜蜂腿，则成为了这次热议的另一个焦点，引发了人们对于身材管理和女性形象的讨论。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明星们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可能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。杨幂的这次装扮，无论是被赞还是被批，都无疑增加了她的曝光度，也让人们对于时尚和形象有了更多的思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许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明星们的每一次尝试，不要过度解读，也不要盲目追随，而是应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尚灵感。无论杨幂的这次装扮是时尚的新尝试，还是娱乐圈的又一次炒作，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。明星们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是他们个人风格的一种展现，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，同时也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，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。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，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时尚观念，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幂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，同时也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，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。杨幂，金边眼镜与麻辣教师的时尚形象。杨幂作为中国娱乐圈的风云人物，一直以来都以其出色的时尚品味和独特的个性形象深受粉丝喜爱。近期，她以一组全新造型登上了时尚杂志封面，这次她选择了金边眼镜搭配麻辣教师风格的服饰，迅速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热议。这种独特的搭配不仅展示了她在时尚领域的敏锐嗅觉，也让我们看到她作为时尚偶像的多面性。金边眼镜一直以来都是经典的时尚单品，它代表了优雅与知性。杨幂此次选择金边眼镜作为造型的核心配件，无疑为她的整体形象增添了不少分数。金边眼镜在造型上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能有效地提升穿戴者的气质，使其显得更加成熟稳重。同时，这种眼镜也展现了杨幂在时尚上的独到见解和个性表达，她将这种经典单品与现代的麻辣教师风格结合，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时尚态度。麻辣教师这一风格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，常常以严谨的职业装和强烈的个性味特点。杨幂此次选择的麻辣教师造型，充分展现了她对时尚的掌控力和创新精神。这种风格不仅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独立与干练，同时也让她在时尚领域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。麻辣教师的造型在细节上的设计，如修身的西装、干练的剪裁和利落的配饰，都体现了杨幂对时尚的独特理解。这种风格的搭配不仅突出了杨幂的独特魅力，还引领了一种新的时尚潮流。
他用金边眼镜打破了麻辣教师风格的传统界限，将两者巧妙结合，展现出别样的风采。这种搭配不仅展示了他在时尚领域的创新力，也为粉丝们提供了新的时尚灵感。杨幂的这种时尚尝试不仅仅是个人形象的展示，更是对时尚潮流的一种引领。她通过这种新颖的搭配方式，向公众展示了她在时尚领域的无限可能性。无论是金边眼镜的优雅，还是麻辣教师的干练风格，都在她的演绎下焕发出新的光彩。她的这种时尚选择既符合现代审美，又不失个人特色，为她的时尚形象增添了不少分数。总的来说，杨幂通过金边眼镜与麻辣教师风格的巧妙结合，再次证明了她在时尚领域的领导地位。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时尚的多样性和创造力，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时尚灵感。杨幂的时尚风格总是能带来惊喜，她的每一次尝试都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。